这什么？这线虫，哦，线虫的肚子。啊。现在是几倍的望几倍显微镜？二十。目镜是什么？目镜四倍，所以是八十倍。这八十倍，你用那个我们电子显微镜看得清楚了，就看到这个结果了。你刚看到那个线虫的那个屁股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什么好恶心？哎，小心哦。他调十倍。你调成十倍了，这样。嗯。OK， 你看另外一个那个头啊，我刚刚不是有看到那个线虫的头？我看到他神经病。在右，在另外一边，对。在上面，你要往上调。OK， 到了，哎，这个。好。把它转成二十倍了，转成，对，你转成十倍就变两百倍了。再稍微调一下焦距。哦。还是这样。对。在动了，还是你在动？这是线虫的那个。但是它屁和头都在一起。哎呀，屁屁。我们调60倍吧。60倍，小心哦。有点大呢。我现在还没对焦吧？这什么地方？焦距稍微调一下，因为焦距我没有对上。OK， 这是旁边的残渣而已。下面那个头的位置，再下，你要往那个。这一集就好吃哟。这个焦距。好吃吗？你吃呀？什么吃吧？什么吃才行呢？那稍微，现在焦距应该是焦距的问题。看不清楚，什么意思？我来看。他是说白。纸白白的，怎么看？而且没有对上焦吧？你先有对到，你先用文字的地方去对啊。先用这地方去对它焦，那对清楚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。那这样你可以再低一点，然后倍率再加大一点。